此刻不宜多加揣测了。我觉得当事人有责任对外说明清楚，没有人有办法替他们说明，这是他们的责任。跟蔡应该不会，会不会影响到民进党的选情？那一定会的，是不是很忧虑？怎么办呢？当事人自己的事情有责任啊，对家庭还有对社会说明清楚，这个是他无可回避的责任。此刻不宜多加揣测了。我觉得当事人有责任对外说明清楚，没有人有办法替他们说明，这是他们的责任。现在应该不会。尤其他在市长又当这个行政院副院长，他不可能去做这些事情。你认为像一连串的这个桃色风波，会不会影响到民进党的选情？那一定会，是不是很忧虑？怎么办呢？谢谢。等他开完记者会再说。他已经开完，但他就是走之前而已。对对对，我看一下记者会内容。不回应任何与人身安全和性别暴力无关的个人感情事件。总是先生这上面唔对，太太一定做委屈的原谅啊。这个对赵伟人应该会有不小的冲击。